好，那先邀请。自己的摊位。大家好，我是西子米娅，はじめまして、ナナサミヤです。活过来了，什么意思啊？你们介绍一下他的摊位有没有什么 ？OK， 好，谢谢。隣の S01、S02、ワンダーランドのブースにいるのでよかったらこの後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梅亚小姐说我们的摊位是在 S1跟 S2那边，在左手边的部分，我的左手边的部分，如果可以的话欢迎来找我们梅亚玩。好，那你们呢，有贩售什么周边商品或是什么新的写真，或者是有什么互动的这个环节，有没有这比较特别的可以请我们记得介绍？ができたり、一緒に写真撮ったりサインしたりできるのでよかったら来てください。待ってます。他是说可以的话，就我们那边的话可以跟他就是做一个握手会，又或者是说他其实有一些周边产品的周边的商品跟独家的写真，那可以很欢迎大家过来看看他，然后也可以在跟里面跟他照相啊，还是或者说握手之类的，那欢迎来我们这边参观看看。好，所以我们有我们的握手会，还有我们一些限量的写真集，这样子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来一起来我们的西泽米亚的一个摊位，一起来玩，一起来互动。那最后想问一下呢，那也昨天也来了嘛，对不对？想问一下，我们的艺人，问他心情觉得如何？今天跟昨天，对他的心情感觉如何？昨日が初めての台湾イベントで、今日2日目なんですけど、昨日たくさんの方に来ていただけたので、昨日すごい緊張してたんですけど、今日はとっても朝から楽しんで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耶，桌面的朋友直接换桌面了。下面是昨天的部分，
就是非常多的粉丝，还有他的忠实粉丝，是都有来摊位上找他玩。然后他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而且他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到台湾我们这个场地，所以他真的非常开心。也希望今天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摊位找他玩玩。这样，谢谢大家。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明年我们还要再办我们第三届，那我们的艺人愿不愿意再来台湾跟我们一起玩呢？